走啊。小妹妹，你会不会算数啊？10万跟300万差距多大？你要钱我可以给你，我回家让我爸爸给你，但如果你拿这个钱，你就属于抢劫，我就报警。报警？我会给你机会吗？王志，你觉得你拿走这个钱，你有命花吗？不用顾大少爷为我担心，我今天就把你全办了。对，走着点。要打是吧？打得过吗？上！同志，把他放开，是不是男人？子晨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子晨，子晨，念念，你别紧张了，你忘了，子晨身手那么好，肯定没事的。都怪我太鲁莽了。他出去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问一嘴呢？我手机怎么就关机了呢？你就别自责了，放心吧，肯定不会有危险的。对了，班长，这个事说到底还是我引来的狼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把子晨救出来。同学们，现在不是自己自责的时候啊！你以为我傻呀？放你们走，让你们去报警？你做梦！王子，你别打他。发财了！我说呀，这人就是犯贱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都是屎啊！老大，这里连100万都不到，怎么办？你耍我？你给你爸打电话。我们家没钱了，破产了。没钱？你骗我！骗你干嘛呀？顾子晨，我说你真是驴粪蛋表面光，亏我以前对你那么客气。不是你真……哎，你别打他，别打他！你把手机给我，我给我爸打电话，我让我爸给你钱。行，给你爸打电话。别跟我耍花样。爸，我被绑架了，你快点拿钱来。何老板，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，赶快准备1000万过来，否则的话我就让你给她收尸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王志，这样属于犯罪了，赶紧收手吧，我们就当开了一个玩笑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爸能断我后路？他能这么利用我？都是你们一步一步我给我逼的。老师，这么大怎么找啊？先别着急，放心吧，子晨一定在附近。哎，老师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三个往那边，你们三个往那边，咱们分头找。好，听我说。不准擅自行动，咱们已经报警，一定等警察赶到，听到没有？好，行，放心吧，注意安全，咱们走。走，小心啊！保持联系啊！好，一会儿那老小子肯定会开车过来，你俩就开顾子晨的车，是，我就开何美的。好，然后咱们分头行动，出了东州，我们就骑车。放心吧，老大，把他们俩埋在这里，我敢保证1年半咱也不会有人发现。小心点。
们两个大傻哥，过来，过来。王志留给我吧，保他们。子辰。拿尺子，来，这老师，来，可以吗？你们两个当土匪都没前途，跟我回群英吧。去你的吧！三句话。哪儿受伤了？这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啊？子辰，子辰，别哭了，我没事。子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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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